八尊观世音菩萨，一尊释迦老师，这三尊佛像拢是这个樟木雕刻的，唔是陶做的，也唔是玻璃签名的，也唔是迄个啊做铜铸的，这就叫做樟木雕刻。那么樟木雕刻，咱认识不？这张茶已经1600万了呀，1600万。亚这个关键可能跟这个老师这种叫1800万的数量，好、哦，1800万的数量，所以这个讲这三尊的像。那么像这个弥勒佛，也就是咱江天华跟咱一贯都有足密切的关系因缘，所以咱现在就是哪，咱现在就是弥勒佛江天华，弘念普度这个因缘，弘咱老母的念来普度三宝这个因缘。所以江天华，伊即卖就是缘分，吼、哦。所以有影弥勒佛缘分无？咱过去较早伫台湾未国放之前，咱也去到每一间庙，弥勒佛拢伫伫后壁。到台湾国放了后，弥勒佛主动拢请出来伫头前。所以咱即卖若去到每一间庙，弥勒佛拢伫伫头前，就是表现在弥勒佛缘分是正确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如果念文正确了后呢，咱现在是这个江天华祖师变成你的祖师。啊，你的祖师的思想就是一个，一个就是大祖，大祖啦哈，伊的思想是大祖，就是愿众生同乐。所以现在是咱一贯道的地主得到了后，他在做爱吃鱼吃肉，主动伊就改祖师。这就是应着咱弥勒祖师的这个思想，的这个因缘，所以因处也是祖师，啊，这地也是弥陀佛，也是在心里啊，地弥陀佛就是在心里啊，啊，所以咱这么现在，那是一般人的店面，一般人的迄个啊，这商品，你看都是在心里啊，你若那不是也注意，我就派换当钱。叫我就用一个什么拉回吼，吉祥的物件，伊就是哪，这标志讲伊就是在心里。那么到现在咧，天都透露这个英文，嘛是真正是现在，这个时代叫做什么时代？叫做金钱的世界。咱即摆现在就是叫金钱的世界，目睭飞金就爱钱。咱若好早伫咱老爸老母伊迄个年代，无钱无要紧啦，无钱会过瘾。咱即摆无钱会过瘾呢？电脑也爱钱，水也爱钱，啥物啦拢爱钱。较早无啊，较早唔免，你无电，无我无电脑买打油来点火尔，吼、哦。啊茶咧要煮饭来烧炉啊，水咧切狗啊来切热尿炉，起码是即摆用水就水用咩啊？所以咱到即摆现在是叫做金钱的时代，嘛是金钱的世界。所以咱现在真正你的好英文，吼、哦，这是咱你的好英文。这为什么在我那用这个所在用？观世音菩萨甲咱这个老师，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是大慈大悲救闻声净土的一个圣者，哦，啊，所以因为观世音菩萨接触来应闻，做咱老祖师就是弥勒佛的小愿，所以有相得十二大，相得十二，所以因此呢，大部分咱信大的人，可以对人讲，加加观世音。好好安得，所以咱是咱观世音菩萨，伊嘛是哪呢？嘛是咱现在弘扬经文讲得快的祖师。所以咱过去在那里讲三世不难，三世莫劫，这个结束来临啊，都叫咱就看见寿命。但是为什么咱生活即卖四十几年话讲啊，无法接受啊？这问题，迄些国家拢在甲咱骗，是啥意思？因为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。所以伊呢，咱若有一分的善，伊就甲咱化十分的德；有一分的善听好，伊就甲咱化十分的德。所以伊就招善来化善，哦，啊，所以因此当互咱现在修道一样，起码会当度愈济人，互咱多修功德些，咱的这个人呢，功德愈济，啊，咱的这个善业就愈无去，哦，伊咱的善道会成果大成些。当然，早早接触过来做菜，咱大家讲较歹听，收着无，咱大家会当成果。所以关键我们在大家接触真正话做事，好、哦，所以依然这个所在基本上看，就大家讲我这是关键所在，好、哦，啊，这点就是
是咱济公老师。济公老师的这次应允江河关的读书，所以也江河关大，所以这阵多传外国九州，就是咱济公老师应允的时阵。好，啊，所以伫这个应允的时阵，咱今仔个有幸会当同样来接到这个大哥。就是讲，咱济公老师借着这个天命来开咱这个玄关，予咱大家当唱歌声是好嗨。这样是咱今麦现在这个用。那么因为呢，咱为什么在当地有三个人无啊？为什么咱只无用咱的三信？就是讲，因为之外，咱来依三信就讲，头拄仔讲的，咱弥勒祖师属尊属末啊，阿弥勒就是咱三信。但是阿弥之外，咱袂唔捌。咱系无可能，阿你学在底上，阿你这就是互人轻易，会当了解讲哦。咱今日一道，吼，阿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三位。咱一般世间人，上界英语班，阿上界亲近，会先不熟悉。但是咱今日大家咧拜佛，咱应该要效法弥勒祖师的大度宽容，包容啦吼。阿做观世佛，拜观世佛的，爱好我观世佛的大慈大悲。好、哦，天哪、啊，拜济公老师，爱好我的济公老师，行得济世，行道济世度人，这是从咱现代好发的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看到咧拜到五行，拢是为了保庇我，吼、哦、啊，你着保庇，互我安怎，互我安怎。咱现代拜佛佛也要好发也清楚。所以咱拜弥勒祖师，弥勒佛咱合法伊的迄个包容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一个人若心胸有空广，会当包容，那安尼呢，咱就快乐，吼、哦。今若好好咱关心菩萨的这款闻声救苦，吼、哦，大慈大悲这款精神，咱老伊就讲，什么人咱唔敢学，大家咱嘛敢学，众生拢该自由来佛教。大家来学习，哦，阿恁若会当学法，咱济公老师，啊，会当精到这些救人助人，这是咱大家的责任甲使命，哦，所以这三尊会大开的这个渊源。但是若对东条开始以后，就上克五行，上克倒变了，所以东条属土，东土咱古早人讲唐土。东土，东条属土，吼、哦，东条属土，土去哦，宋条，东条叫宋条变，宋属木，木克土，木克土啦，吼、哦，宋条属木，吼、哦，宋条伊阿属木个雕工音，伊母亲叫做出鸡尾骨，伊无食瓜刀，也无食冬青，拢无一支鸡尾骨，所以雕工音伊个成属木。所以伊就是伊坐哩滚嘛，小姑婆。所以人讲，就讲伊是伊腿大片天下，大片天下。所以伊整个国家就是伊坐哩滚的啦。好，所以伊属木。啊，所以宋朝的皇帝拢穿青，一宋朝的皇帝拢穿黄的，一黄属土，一青属木，所以木克土。所以宋朝去有宋朝变。一宋条叫做一条面，和元条面。一元条，咱较早来咧看册，即读册，拢讲牙龟读神经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牙龟是宋条啊，吼、哦，神经是元条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元条，就叫这个宋，叫宋条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现在咱这个宋条，就叫元条面，吼、哦。弯条，啊，弯条去学做条面，和边条面，一边属火，啊，火克金，哈，啊，这个边条去学这个学做什么呢？去学青条面，啊，青属水，啊，水属火，啊，青条去学中外面个面，啊，中外面个属土，啊，土克水，哦，啊，那无讲个青条这个国家这大，国有一个人起义，那系先讲。啊，国父这个人，伊家己伊也是哪呢？也是中山，哦，也是中山嘛。中山就是下山，哦，对不哦？啊，山属土啊，哦，对不对哦？啊，土克水啊，
所以人讲兵来将挡，啊水来土掩，哦啊所以中华民国就是切这个清朝，哦安尼嘛无，较早人掠这个这边要抬走，可能人讲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人兵，哦啊所以这就是五人相切。那么五人相切有影这个五人的相切无？确实嘛有影。所以这是我看古册，即摆插一个古册啊，吼、哦！伊就讲当时东条李世民在去京丹，在去京丹啊，吼、哦！李世民京丹伊派这个做的是呢，不治疆，啊派这个金属宝，要挂水拢无效，要挂水拢无效啦，是拢金未赢啦，吼、哦！啊就来找上找四英柱。那四英贵就白虎星来转世，一介绍贵是青龙星来转世，一青龙惊白虎，讲个白虎吃青龙，啊青龙属木，啊白虎属金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因此呢，四英贵金金就变大，吼、哦，啊就四英贵金大，啊四英贵金色也是，因为四英贵金色伊是白虎星，甲伊金色。属金，所以伊受金气煞，可以煞住。啊，所以到白虎关，四年为四年白虎关，这就是伊的绝地，伊的绝地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伊到遐四年白虎关，所以四年为金色一个名。但是要金色爱大，爱四金山。啊，四金山是什么星来转的？金牛星。咱天顶有一粒星叫做金牛星，金牛星来转世做四行山。啊，因为金牛星金是五金之首，五金的金啊有重有少啊，所以伊来转世得到迄个金气的助，金气解助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四行山去转世爱得到寒梅花个助，啊，无伊嘛真厉害，所以到尾啊。寒梅花做四顶山，现在大家拢知影嘛吼，哦安尼吼，甲罗通扫法，要扫法就叫罗通去，若无罗通去，白扫会扫袂平，甲北方人不属水，甲罗通四维上罗属土，所以水气、啊、土气啊水就点呀，吼、哦、啊所以这就是咱中国古早一般过去古天的写，什么人挂在这底下做，现在这经过一只。哦，啊，所以明明中我今日提起来讲，就是咧证明讲，今日咱天道这个经文嘛是确实应这个问题，应这个问题。所以到现在，哦，到现在，自咱中咱世界吼，自地而造成的十九世纪，都变成西方的英文。十九世纪变成西方的英文，所以咱确实。第十九世纪是用咱中国人的英文，所以咱中国人叫做呐，咱中国叫天朝，所有的一寡只其他的民族拢爱来调国，但是到十九世纪加入西方的英文，所以开始西方人感觉会发达，农业的改进感觉会发达，所以迄个时阵呢，吼、哦、应该讲，迄是哪一，迄是一个推论啦吼，那你应该讲。当时十九世纪就是爱英国人统治的人，哦，所以英国那叫做，那叫呐国不落入的国家，哦，入不落国的国家啦，哦，所以应该讲是英国的英文，但是英国伊吃得了那个道德，所以用鸦片践踏中国人，所以到尾啊，伊的文就当得到那个证，所以啊，转入美国的。啊，所以今咱的一挂科技的物件拢英文吼，工业革命方式英国来啊吼，所以其实讲啊，到现在咱到现在嘛，拢学过美国西方的英文，吼、哦、啊，迄时咧大家都咧讲，未来是21世纪把咱中国人的英文啦吼，也希望讲，当然咱中国人英文嘛，是讲咱要去侵犯人的天下，就是因为咱有咱中国人的英文，就是这个道统。对传承天下，这个大国对传承天下，所以咱今日这个时代有英文，咱大家要安尼大家了解。哦，先讲为什么咱今仔来讲现代史，现代史就是讲咱
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打中国，伊自台北开始落花桥嘛吼，伊台北开始就来卡，安怎势如破竹，所以这东北属于木，啊日本人是东洋，东洋伊嘛属木，所以日本人爱困榻榻米，爱困木做诶厝，爱穿木脚。哦，啊，因为物件拢爱木，所以因日本人本就属木，啊，佫爱木，所以伊一无去的做工，所以人讲，伊一字木叫做木，两字木叫做林，三字木叫做心，哦，伊爱讲八个木是王，啊，佫伊他大约当当的，迄、那个气势吼，会使讲上多。所以以他大约当当写于特别，但是呢，因为到底他拍到过拍到重庆，拍到重庆他就赢了。重庆是咱中国的本土，伊叫做四川，叫做四川。好，啊四川遐就有金市啊，啊金就切落来，所以叫他名字。到四川啊，到遐就有金啊，啊所以因此呢，伊到四川就到伫遐，无法度来过金啊。好、哦，尤其伊到尾啊，去投入基督教嗰条美国，参加了第三次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好、哦，迄个时候呢，美国就投降啦，因为金出国，金嘛出国啦。哦，所以这就是讲现代素养哦。今日都看现代，就亲像讲美国人去越南，啊，美国人去越南，那美国来讲，美国的科技甲个人员去越南当时。我建议按讲三个月就去干，你好平静，唔但讲去到遐三年，四三十多万的美军，搁开三千五亿的美金，无啊多，一挂飞机武器去到地方应用武用武器的，所以到尾啊，美军去了伫越南是痛苦走落去等死的呢。那么为什么伊去越南会遐尔啊惨？原因就是因为越南属军。所以咱讲，越南，叫越南，越南过越强。所以即个危机大幅提高，提高经常无用武器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到尾啊，伊就无法度打，吼、哦。叫做美军防范啊，需要这个上切的这军。那么来，再讲起来讲，越南当时他美军，伊想拿的话，唔免听大陆话啦，伊就唔听大陆话。所以以前代表为邓小平甲华东叫四川的兵拍，拍完一个反攻到荷兰四十米，所以到那阵啊，跟越南的总统导航讲好听你的话，所以他为什么代表他越南？越南为啥进入导航？因为代表上土，他越南上火，啊，请土老会先会计算。地震啊！啊，可恼我这个地震它的作用呢？所以越南如果怕有用，哦，所以迄个是讲上切的这个运。所以咱今日爱在讲这个天地宇宙冥冥中，咱天道运运到今仔日，这嘛是一个运啊。那无这个运，咱无法度。哦，啊，当然我讲的安尼了，后天我换迄个，他都来讲迄个国术啊。伊就问我讲，啊，那安尼咱台湾叫？大约拍是不太顺，不过这道理你自己听哈，哎，阿你唔好，你自己听啦哈，啊，阿你唔好，伊嘛问我咧，讲伊这么听了，我讲了，伊就讲，哎呀，你不破你哈，所以就话讲，阿人喺台湾就大约拍听一种，哈，对啦，啊，阿你哈，你自己听就好了，好，阿你今麦哈，都开始点赞看下。啊，开始那是两边边啊，这啊都有图案的吼，啊都有图案的，啊都有文化的啦吼，啊但是啊都来带教来，好啦，就这来吼。咱两边的这个桥啊吼，就这边先看啊，这边的桥啊是大多四索，基隆虹桥顺物通文物空运文物，干毛做咩西来开始通。好、哦，这边家地梁一环，各路做种种主题，江湖仙河，新发接变，乾坤地形万八的啊！啊，这边讲咱的道统的渊源，啊，这边就咱地统的渊源系统，所以从地梁一环开始，
所以叫做四方，叫做道方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安尼吼，咱就从别人开始，哦，所以戒口做，种种诸业，将苦行合。这里是讲多数，但是我们系统是从这样来的。哦，安尼吼，呀，念前面两句哈，后边那两句，这边以正正色，福报高明，尊亲贵恩。一定要做好中为道，福门用力，重视感情。安尼，这两枝条啊，这个叫做如何？啊，如真如相嘛，吼、啊。所以咱人啊，咱来讲是啊，如有真情有色，那安尼真正就是会当配合天地，所以福报就是配地，高明就是配天，尊修尊亲，尊亲就是哪？尊亲就是要。尊敬咱的祖宗祖母，这叫咱尊亲。所以尊亲爱咱的尊亲。啊，因为呢，何中为道，何中达道，咱就是万方供养的。何中达道，何就是中和，哦，咱是讲中和，在这个人世间是讲修持，哦，结合中和，天有中和，天地无缘万不用缘，所以何中达道。爱在上达到，啊，福无量力，吼、哦，将数大利，吼、哦，咱其实讲来，要出现这个成绩快，嘛是咱盖在里面就当目标，啊，后来啊，你嘛就去抓来，出现天地合一，即归尽是无极，以无间，即定是我合变，即地中性是不离是一体性。所以呐，这两句你呐会办，办你就谈天时，加上天数，好、哦。所以天地合一，今日天地合一点，以一万合一点，以数字合一数，以规矩合一结用。那安尼呢，咱来当叫天地合一，大体上即规矩无疑。啊，即规矩无疑，现在三德福德三德合一，规矩拢。拢甲咱显化做到，所以即归尽是无余。那安尼即是啥天数？你唔通去记迄个啦，因为咱中央甲你讲嘛吼，即归尽是无余是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也是我合平，就是讲咱祖母、祖宗上去祖母上我，是我合平。咱是中央甲咱讲，即地依出正人而不兴，即大地出正人而能兴。所以从空住到现在，大千年都是八十，所以咱也是老二的，所以不得输钱，而不得是一点点，你爱怎样讲，这个人的气温也不合理。好，这是这里来，这里来，这里来，好。